OK， 事情是这样子的，前阵子大家不是高考结束了吗？所以我们的视频啊、评论啊、后台啊、留言啊，到处都是大家问如何去选购吉他的。那么好，今天就告诉各位，普通人的第一把琴该如何选择。首先呢，是你的预算。预算是什么意思？预算就是你准备拿多少的 money 和多大的决心来办学琴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差钱，想考预校或者是追求非常好的音质和唱片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要买10000块钱以下的琴，不然很耽误你们的钱。但是大家作为普通人，弹唱小曲这种自娱自乐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我们是不用太上纲上线然后来强调这个事情的。所以下面是重点，敲黑板啦。吉他有着不同的尺寸，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尺寸呢？最常见的尺寸就是40寸和41寸，然后40寸就是我右手身边的这一种。哎，你看看着好像他们只是差了一寸，但实际上他们在琴体的这个大小上面其实感觉是不是还是差了蛮多。那有一个收腰，这把琴呢，它的腰就会比较粗，这把琴呢，它就会比较柔美。那40寸呢，典型的筒型就是 OM 筒型，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把琴。那41寸典型的筒型就是 D 筒型。你们只需要知道41寸比较大，40寸比较小，然后就可以了。那它们的尺寸听起来只差一寸，那实际上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OM 的筒型呢，我们更适合是推荐1.7米以下身高的一个人群使用的。 D 筒型呢，更适合1.7米身高以上的人群使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把琴，比如说如果我身高不是很高，或我是女生，那我拿到一把这个41寸的琴的时候，我这边的脖子是架得比较累的，因为它的琴体是比较大，那我就需要拿一把小尺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琴拿在手里面会更加协调。不要跟我扯什么那个尺寸越大声音越好啊，因为如果我抱起来很丑，我已经没有自信了，不协调了，那声音再好没有什么用的，对不对？ OK， 那么 OM 和 D 筒之间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筒型，就叫 GA 筒型。这个筒型是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它在 D 筒的基础上面呢，然后它进行了一个收腰。收腰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它好像就是趋于40寸到41寸之间，它是一个40.5寸的一个样子。这个筒型呢，它就向上和向下是能够兼容比较大的一个公差的范围的。比如说你如果1.6米啊到1.85米，用刚刚的这个40.5寸的 GA 筒型都是没有太大的违和感的。这里就有特工要问了啊，36寸、38寸、42寸怎么不提一下？OK， 我们这里只考虑新手，因为36、38琴体比较小，那它是可能更多的是旅行的用途，带出去比较方便的。像42寸、43寸的江檬筒型呢，我们在这里不用去提，因为这种筒型是为了追求声音的音量或者是录音的一个品质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考虑特殊用途的一个吉他。OK， 搞清楚自己的身高适合多少寸之后，你要确定预算。举你的建议就是，因为后面你还有培训班呢、网课的一些费用。学生群体的话，你们看可以按照500到1500来计划。对，是500块钱，而不是2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500块钱以下的琴是真心不太建议大家购买的，因为凡事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门槛的。比如说相机，你非得要花800块钱去买一个单反相机，对吧？那你买到的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拿到 T 恤的一个质量啊，因为 T 恤是大家比较能够就是贴近生活，可以拿来做一个对照的一个物品。淘宝第一的吉他啊，就卖200-300块钱的这一种吉他，跟淘宝第一的那种 T 恤啊，品质上实际上是一回事。那你们可以在淘宝上面搜搜第一的 T 恤的价格，淘宝销量第一的 T 恤的价格，它应该可能就是在10块钱左右。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下，10块钱的一个 T 恤的品质，它能够有多好。所以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大家如果第一把琴要求不是太高，又想以它为兴趣学习下去的话，是500块钱起，然后到1500之间的一个区间的。那么 OK， 确定好尺寸、预算范围，对于新手，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依次重要的一个排序。第一，手感，手感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待会会讲为什么。那第二是外观啊，第三是质量，第四是声音。有特工要问了，为什么把声音放在最后？因为我买的是乐器，为什么把声音放在最后？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新手对声音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那价位上了500块钱啊，它的音准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小几千块钱的琴啊，我们来谈音色都是有一点耍流氓。为什么手感排在第一？因为你拿到吉他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上手弹嘛，你要去握持它嘛，对吧？你要去按弦，所以手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品丝和琴弦的一个距离，也就是我们说的弦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琴弦它不是贴在这一个纸板上的，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如果你买来的琴它隔那么开啊，隔这么开啊，你要去把它按下去，跟离的不是很高，然后轻轻的按下去，这个实际上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
考虑比较周全的一些新手型，他们会在弦距上面出厂的时候就调到非常合适的一个距离，就比如说12品的这个弦距调到 1.8 毫米到 2.5 这样的一个弦距。如果刚开始啊弹琴最好呢 弦也不要太粗，用010或者011，这样子按起来会更加的容易度过前两周的一个敏感期。那第二点，外观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是作为颜值控，如果我这把琴买过来看着心里不舒服，我为什么要去买它？所以大家确定好刚刚的几个指标了之后，在这一些琴里面去挑你们看的最顺眼或者最喜欢的一个外观就可以了。那排在第三的是质量，你千万不要买到一把质量很差的琴，买回来之后它的油漆也没有干，然后闻到的味道很难闻，手感也会把你劝退。如果你每天都有弹半个小时吉他，你手头又不是特别的局促，一般来说你弹个一年半载之后你都会想要升级了，那个时候你会有非常清晰的思路，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所以第一把琴它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能，也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爱上音乐，而不是说给你制造诸多的麻烦和让你的生活上面充满压力。 Nice OK， 我们在这里呢附上一张5000块钱以下大家可以闭着眼睛购买的一个表格，大家可以暂停截图，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工具人的一个微信进行一个人工咨询，我们会按照大家的情况还有预算给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合适的建议。再一个就是 IT OK， 保姆级的选购教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看我刚刚拿起来这一把琴啊。这几把琴呢是 Saga、刚刚推出来的叫 SF600 的一个琴。 Saga 之前有卖980的一个单板的琴，保持了一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销售神话，它一度啊这个980块钱的 SF700 的这个型号在一个月里面在淘宝上的销量有上万只，那去年又打造了他们在贵州的20000平的一个生产厂房，对于新手琴这个庞大的市场他们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支SF600 卖599的琴能不能够打破说他之前 SF700 他大哥创造的一个销量神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呢？云杉的面板加沙比尼的背侧的合板。配置上呢说老实话谈不上声音上会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有一说一，那倒是稳定性上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它是合板嘛，因为很多像新疆啊或者是内蒙古他们这些地区的朋友，他们会买一些高级的合板回去弹，不是他们买不起好的琴，而是说合板在比较就是湿冷啊或者是干燥的地区它会有一个更稳定的一个表现，因为它是一个复合的压制的材料，比实木的稳定性是要好很多的。它的琴颈呢是用了一个蜡多的材料，中规中矩，但是它的纸板呢的材料还不错的，因为是用了上千块钱才给你配备的一个叫柯基木，也就是混合乌木的一个纸板。 OK， 那整琴呢也比较素雅，素雅不是很惊艳，但是优点是它比较耐看。电箱板呢搭配的是一个 Fishman 的拾音器，在这里呢讲一下拾音器是什么东西，因为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很多可能是新手，所以在这里特别讲一下拾音器。拾音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在演出，在学校里面演出，不可能让别人用话筒怼着你的嘴和这个音孔，对不对？那一般比较科学的方式是你装了拾音器之后，你的琴的声音就可以通过这边连一根线，然后连到调音台啊，连到音箱啊，连接到中控那边去，就可以把你的声音从吉他的、原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扩声变成一个电声的一个讯号，然后输出出去，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舞台演出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拾音器如果大家觉得、我弹半年以后一年以后我在大学的社团里面，哇，我就要做最亮的那个仔，所以在买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拾音器给选上。你好骚啊。我们收到的这几支样品琴呢，它们的弦距12品的弦距也都做到了 1.9 毫米到 2.5 毫米之间的一个出厂的标定，纸板的宽度是43，然后琴颈的厚度是不到20毫米的，非常适合新手的一个手感要求，也是非常符合亚洲人的一个小手的一个感觉的。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声音吧。Thank you.
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呢？那我们这里不讲什么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啊，因为我们看待事物啊，不能够去脱离这个事情的本质，对吧？因为这是一把599的琴，用来发视频、分享给家人和朋友都是不错的。这个价位啊，排开低质量的一些两三百块钱的电商品牌的琴来说 ，SF 最大的对手实际上是卡玛的 AEC 和 DEC， 它的价格只差了几十块钱，而且卡玛的这个型号已经卖了、啊、应该有六七八年了。那很显然啊，这一把琴 SF600 是带着准备来的，贝斯版呢配置相对会更高一点。那 SF600 未来能不能够成为他大哥 SF700 的一个爆款产品呢？让子弹飞一会儿。那数字教育里面的德智体美劳已经在中国开展了非常多年了，那一个人的能力绝对不只是体现在文化课上面，对吧？大家同意吗？那今年呢，又有1200万学子参加高考，这1200万人里面有多少是会在暑假的三个月时间里面选择一门兴趣爱好来学习的呢？我相信不会低于百万。那在祖国建党的100周年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在这边希望学子们都多才多艺，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记住，只要有决心，都不会很难。OK， 那我们这一期呢和 Saga 吉他一起讨论了新手琴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和挑选的方式，也非常高兴能够首发 SF600 的一个使用体验。除了体验以外，我们也看到了这支琴在市场上面的一个潜力，我们也为大家谋了一些福利，在淘宝上架了这支琴，为粉丝争取了几十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吧。大家如果把我们这个视频给到我们的客服，就是可以领取到这个至少50块钱以上的一个优惠券的。如果大家买琴遇到一些问题啊，可以加这个号，也可以在淘宝搜索店铺吉他情报局，想参与我们的一个课程训练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和小程序。那少研究器材，多音乐做朋友啦，我们下期再见。